哎，这个女人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能方便问个路不？可以的嘛，你去哪儿呀？啊，我去那个丰峪口，你知道不？丰峪口，丰峪口知道呀。啊，你很远的。这开车过去多长时间？两个多小时，有760多公里路呢。760多公里啊，得两个小时才能到啊！啊，我这么远呀、啊？啊，那具体咋走呢？这路？你从这儿上去翻两个山，下去有一个山岔路口，知道不？啊，就往左边，往左边再往东边一拐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别说了，别说，我这脑子装不下了。哎呀，这听起来挺复杂的。哎呀，那你是去哪儿嘞？你我去活峪口呢。活峪口啊，就跟丰峪口都是一条道上的。哦，一条路啊，那就是顺路着呢嘛。啊，那你咋去呢？我走路嘛。走路啊，700多公里，你走路760公里啊？那你能走得到？我都习惯了呀。哎呀，那你走路得走个几天呀？两天吧。两天啊？两天走700公里吗？哎那你要不是这么这今天这还太阳还挺晒的，这山上、你是这么，你坐我的车，然后你给我指路，我刚好不会走，我不知道怎么走嘞，你给我指路，我给你烧下去，给你，反正你说顺路的嘛，我给你烧到你家门口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那多少钱呀、啊？哎，要什么钱的嘛？你又不拜我，不白坐我车，你给我指路的嘛，谢谢，对不对啊？我这搁这车宽敞的很。哎，姑娘回来。你咋走了？你不要钱，我咋坐你车呢？我们这当人家顺车都要给钱呢。哎呀，你这小姑娘还执拗得很。你不要钱，我不坐。那你平时搭车下去多长时间吗？15块钱。15块钱？啊。那你看着给吧，随便给点就行了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给你12行不？12。啊。12都有点多了。你给个10块吧。10块能行？啊。那哥，那就麻烦你了啊！没事，麻烦啥？你给我指路，上车，上车。谢谢。哎呦，你这背篓里背的啥呀？这是我今天新摘的那个生姜，还有我们这儿的土特产辣椒。哦，生姜还有辣椒啊？这看着得有个120斤吧？187斤呢。180斤。啊，是连背篓着呢。你这小姑娘看着你都没有个100斤，你背180多斤东西。12斤。我的天哪！你们这山里太辛苦了啊、哦！我习惯了。得找个城里的老公一嫁。你城里的，那个上车。哎，姑娘，我这车都开了1个半小时了，咋还没到啊？哥，啊，咱们从这个坡下去，再上个山，然后再上两个大坡就到了。哦，还得一会儿啊？啊，那行。我们山里就急弯比较多，你开慢一点。哎，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这老司机。我到现在满打满算车已经开了42年了。开了42年了。啊。厉害，那你还是慢一点吧。啊，你坐好啊，啊，放心啊。啊，嗯，哥，哎，我到了。哦，你家在这边啊？我家在山里面呢。哦，山里头嘞。啊。哇，你们这边风景好好哦。哇，这还有人在这露营呢。哇，他们城里人。哇，这风景好棒啊！我给你找钱。哎，你不说钱我都忘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哥。不好意思啥？我钱没见了，忘带了。钱没见了啊！钱没，我又没拿你钱。我身上没钱了，就说10块钱，连10块钱都没见了。哦，你意思你坐了我车不给我钱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没。哎呀，那你去我家，我给你拿吧。哎，你上车钱你咋不说呢？你现在都760公里把你拉到了，你给我说没钱。我知道很远，760公里。哎，算了，不要了，我一分都不要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农村人我见多了，不要一毛都不要了。哎，哥，你别走嘛。你追着我干啥？你要不跟我去我家拿行不？我不是不给你。不去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农村人我见多了，实话，赶紧回吧。你别生气啊！你要不是这吧？你拦着我干啥呀？要不，你都送我回来这么远了，你去我家吃顿饭行不？哎，你这是小姑娘。行不？我就当我给你钱了，要不然……哎，算了，我顺路给你捎下来就行了，没事，没钱无所谓，我也不在乎那一点。那不行呀，你去我家吃顿饭吧。你这油都烧了，开车开2小时，走了760公里呢，太远。哎，吃饭算了，太打扰了，我这也不爱到人家去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去吃饭呢。那你这小姑娘还把我拦着，还不让我走了？不是，你不去吃饭，我心里放不下呀。心里放不下我啊？
啊，不是放不下你那钱。那你放下就行了嘛。哎呀，你这那不行，你去我家嘛，我家里我给你做饭，咱两人吃嘛。这太打扰了吧？你家里有其他人嘞？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。哦，你家就你一个？啊，行不？那方便不？方便。那吃饭多少钱呀？不要钱，我给你不要钱。那就咱俩就抵消了呗。我这车多多少少也开了760公里呢。那行，也耽误你时间了。那就吃饭我也不收我钱。不收你钱，去我家吃吧。那行，那走，你走前面，咋走呢？啊，要从这儿一直走过去，过那个桥呢。哦，前面有桥啊。啊，有铁索桥。车能开过去不？车能开过去不？不行，得走着桥。啊，那桥咱走这个小路过去十几分钟。是不是那种害怕的桥呀？不害怕，不害怕，我们从小就走那桥呢。那你走前面，走。哈雷哥，你走 啊，你别走啊。走。走，哥，过桥。哦，要过这个桥啊？啊，走。我这桥稳不稳啊？这个桥？我上一桥。哎呀！这是木板做的桥。但是你看上面都有固定的呢呀。啊？上面都有固定的。这固定的这牢不牢呀？这个桥？牢得很，你看嘛。你别晃，别晃。你跟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走慢一点就行了，不害怕的。哎呀。骑摩托车都过呢。哎，我恐高呢，我。没事，这还不高，走吧。哎，只有80米，走。这万一掉下去咋弄啊？这多少米高、啊、这桥？80米啊。这桥80米高。嗯。哎呀，我去，太晃了吧。没事，不晃，你慢点走啊。你走慢点，走慢点，走慢点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。你别走啊，你慢一点嘛、啊。我害怕呀，我没走过这样的桥嘛。你走慢点，哎呀，这，哎，你能不能等等我，你照顾我一下我？那我在这等你，你过来吧。哎呀，走，这中间就撞了这么个大石头，这万一掉下去咋弄啊？掉不下去的。哎，走，这桥好晃呀，这个桥。没事。哎，这咋还有大瀑布呢？这那是河啊。那是河。哎，我掉下去咋弄啊？这水有多深？水有个90多米了。90多米啊？嗯。我南方人，旱鸭子，我都没碰过水长这么大，我这掉下去，我不得没了呀我。你是旱鸭子呀？对呀、啊。你掉下去，我想办法嘛。哎呀，我掉下去想办法。哎，不行。啊。哎呀，我过不了这个桥了。那咋弄啊？你。哎、过去吃不了饭呀！哎，不行，别咋办？哎，不，太害怕了。那咋弄？你给我做，赶紧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是什么？哎，嘴过来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不是我呼吸，我还没对象呢。我呼吸急促啊，现在。你急促，你慢一点嘛！你跟他是干啥呢嘛？我缓一下，缓一下。哎，那我咋过去嘛？这晃的，这走路呀！你看这风多大，看这风，哎呦，把我吹下去了。凉快嘛！那我把你腰搂着来。那不行，你这人咋得寸进尺呢？啥叫得寸进尺？我初吻还在呢，我搂你腰，你占我便宜了呀？不行！你想啥呢？我正人君子，我是。不行！那你搂我腰，你搂我腰。搂不了。来，那你把我拉着来。拉你可以。啊，把我拉着。你是看上我这了是吧？你拉我手啊！你好好拉，好好拉手啊！这样拉着，哎呦，手还挺绵的，走，哎呀，好害怕呀！哎呦，好害怕呀！我害怕。哎呀，好害怕！这是。你这下不害怕，走得快了。哎呀，好害怕，好高啊！好害怕呀！没事。咋这么高呀？这个桥。好高。哎，你把我拉紧一点啊！啊。不敢松啊！啊。哎，好害怕呀！哎呀，好了，到了！哎，终于过来了。啊，你过桥，哎呀，奶奶，你过。奶奶，你要过吗？啊，我们就是要过去。要得嘛，你过。我们这过来了，我们就敢走哎。奶奶，我们村的奶奶。啊。哎，这桥也没那么难过。对呀、啊，你拉我手就过去，你是想拉我手吧？你这说啥话呢？我初吻还在呢，姑娘，你占我便宜了，知道不？那再走吧。走，走。哎，姑娘。哦。还有多远呀？从这个坡上再上个坡就到了。哦，这是拿石头弄的电梯啊？不是，这是村里弄的，上山呢。哦。
哥，哎，这上面就是我家了。哦，这是你家房子啊？嗯。哇，走吧。哎，这是你家门口的地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是我自己的。这种的啥东西啊？这是？这黄瓜呀。黄瓜？啊。黄瓜不是黄瓜长在地里的吗？黄瓜就长地里的吗？啊，就长地里的呀。它不应该有刺儿吗？这有啊，你看嘛。啊，你看这边边都是刺儿吗？你看。哦，黄瓜长这个样子哦。啊。哎呀，我这没咋来过山里。快走吧，哥。啊。哥。哎。这就是我家了。哇，这你家房子呀？啊。哇，这房子修得好漂亮呀、啊，好复古啊。你别嫌弃。那怎么会呢？行，哥，那你在这附近。就在这转一会儿，我给你拾掇饭去。行，简单一弄就行了，不敢太麻烦你啊。那行，那我随便给你弄点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你先转。啊，哇，这柴火得垒得好齐啊，这。